一个多小时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排这个排了一个多小时，哇，在槟城可以吃到槟城最拿手的，哇，这个今天要试试看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你先拍我。一定要来槟城吃这个，只有在槟城才可以吃到这么好味道。太好吃了，你还不吃啊？你不吃也能吃了。这是槟城最好最好的老火条，我已经问了这个大师，他没有时间给我访问。但是呢，我要跟你讲，我自己亲自吃过的这个这里的这个槟城的老火条，真的是。它的口味真的是很足的，我们排了整个小时还有机会尝它的这个炒粿条，但是呢你知道吗，尝了两盘只是马币20元，马币20元哪里找，我的天哪，这个你有机会应该来这里尝试。槟城，我会把那个网址地址写在我的视频上，好，希望你们来抢购，拜拜。